稀客啊，要不要进来吃点？我们再吃饭。不用了，我今天来是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一声。那也进来说吧，门开着，暖气都跑光了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，比如说给我妈打电话这种事儿，我不欢迎。不好意思，我有自己的边界，你们的关心是我不需要的，这对我来说是干扰。既然你们不以为伍的话，那就让我们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没有遗憾。我跟你说明一下，跟你妈打电话打小报告这个事儿，朱姐不支持，真真有自己的边界 ，Lucy 懒得理你，是我干的。而且如果你再烦得我眼睛出血的话，我还是会让你妈把你给接走的。你反对无效，其他三位想来依然还是那个态度，不劳你自作多情。红红，趁你露面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我不是姐想说的严正义。